看潇潇这里是聪明的，万一输了的话，我还要再跳。啊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们要干嘛？还要继续啊？对啊，当然要继续啦。你们两个先把那，你们加油。还有一轮。谁赢的可以先。对啊。停在一轮。对。石头剪刀布。呵。石头剪刀布。哦，三三这个运气成分简直高，把你的小恶魔掌拿下来好吗？行。我去。哎呦！谁大爷头？谁大爷头？洋洋的。还好还好还好，别激动别激动别激动。还好还好。我笑死了。别。我笑的眼睛傻，这么痛。你有病的吧？洋洋的心在裂，还好你碎在裂，赔给我，碎了我就完了，我真的碎了，我今天就跳下去。兔子把老板娘的手机扔出去了，太可怕了。要紧吗？没事。远离兔子，远离别人。啊，兔子太危险了，真的是太危险了。好，准备好了没有？好，为老板娘报仇的时候到了，懂的啊？懂的。他二。打他头，打到也用力砸下去。听到没有？听到没有？等着下岗吧，你懂的。好，就这样。好，开始。石头剪刀布，布。零比零。石头剪刀布。一比零。哦，这个反应啊，大家看。棒棒棒。石头剪刀布。一比零，一比零。石头剪刀布。石头剪刀布。你干嘛？二比零。二比零，那也就是说我要一定要连赢三盘。对的，不然你等会儿就，由于你前面的失误，我觉得你等会儿指甲板要二十个棋板开始加，好。三比零完败，三比零完败，三三上。直接上，先给我来。啊，来先。真的是那个指甲板。女人三十个，好，兔子。女人和女人，来来来，给你。我觉得你应该把这个手机换了，拿我的。这个手机太危险。是吧，亲爱的？组织需要你们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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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除非有人刷鱼丸来问你自己的鱼丸，那个说一下，有没有要拉票？我已经不知道说什么，就因为我刚刚一个小小的失误，导致我现在这样啊。所以说，人生。洋洋的粉丝在哪里？刷鱼丸刷起来，然后让兔子多加一百个都可以。人生真的有很多曲折，所以说啊。他们说要你跳五十个。五十个跳了我就残了，从此以后你们看到的就是斗鱼残疾主播。就是，所以说刷鱼丸才能说话，我们只看刷鱼丸的人，对不对？好，既然没有人要给你刷鱼丸，给你减负担，三十个走起。刷糖了。刷糖了。我这里看不见。他说的啊，兔子要不要来色诱一下你的粉丝们，让他们为你减一下？他在努力的，努力的扭啊，这样扭啊扭。Gentlemen 来一段。啊，这位亲是要兔子加还是减？这个180163的这个。对，这位亲你是要兔子加省加加还是减？加还是减？这个台词怎么那么像地铁站里面要饭的台词？他说了吗？是要兔子加还是减？我这里卡有一点。感恩的心，感谢有你。弹幕连接成功。加加加加加。对，好，既然那位亲没有说，那我们还是三十个基础开始。他又没有说到你减了，对不对？好，上吧，兔子，三十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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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如果一分钟里面不跳完，再加五个，你再说话。行，
你后面高跟鞋当心一点，你别撞着。我行。上吧，上吧，皮卡丘。谁叫你一环环到洋洋的手机？我现在已经免疫了，我跟你说。我真的加油！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。不是不动吗？四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九个，十个。这谁啊？这人，这人不是兔子。这是披头散发的。跳了九个了，对吧？还有我要往后，让他们后面的人知道也有压力。公司条件差，买不起美颜相机啊。十八个，加油加油！哎，你现在对这里卖萌是没有用的，你跑到洋洋那边去对洋洋卖萌。你要亲一亲洋洋的手，你要超过镜头了，亲。回来，兔子。二十个，还有七个。加油啊！小妖生病了，他最近身体不太好，所以就请了病假。六五四三二一零，呜呜呜呜！来，把指压板放到旁边。真的是爽！哦，哎，他们一直在刷那个要消消上来，那他，你让消消上来，你跟他们说这他们要干嘛呢？就是啊，让潇潇上来，你要干嘛？让他跳指压板吗？你们是黑粉吗？对啊。你的粉丝怎么这个样子？还让你上来上？这是你的粉丝们吗？我来采访一下潇潇的感言。你看，潇潇，他说左二是潇潇，让潇潇上，让你去跳指压板，这是你的粉丝们吗？你有什么要对你的粉丝说话？让左二上来。内心是崩溃的。我崩溃。怎么办？潇潇的内心是崩溃的，你的粉丝竟然是这样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就是人前一个样，人后一个样。就我在的时候，你们不是这样的。潇潇对你们太失望。都是好，总决赛。黑风雷。真的是没有好处。总决赛那个呀，你觉得有奖品？为什么我要在那边？我不是一只奖品。我是这里的人。赢的有奖品，嘿，赢的有奖品。然后再一打，手机飞出去，直接五十个。第二次，第二次绝壁五十个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。哎，一比零，我感觉三三你要错了，他好强。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这个姿势，石头剪刀布。2-0，跟着我一起要玩，绕耳追三，石头剪刀布，石头剪刀布，你永远拿帽子怎么算嘞你？石头剪刀布，2-0，你永远拿帽子怎么算嘞？你在干什么？石头剪刀布，道具都飞出去了。好，现在还维持在2-0的状态。三三，你什么时候可以反超？石头剪刀布。你干嘛？我在躲。行。带着锤子一起走天涯，跟我走吧。来吧。石头剪刀布。他打我这边也算吗？你让让他好不好？好。任性的小孩，最后一次机会了啊！石头尿布。他为什么打这边？再打这边嘛！这一次看吧你。就是你了。这个小孩赖皮赖到后面还是不赢。我烦。指压板跳绳，走你。指压板，指压板啊！三三他现在逃走了。来说一下，你要你的粉丝帮你剪吗？等下先让我感受一下。哇！对于你这个运动神经完全不发达的朋友，我觉得你还是让你粉丝来帮你剪一下，站到镜头里面来。好
请。第一张是木。